不可诋毁他人，不可举止无端，不可说离间之语。哎，给我！哎，给我！哎，长者若立，不可擅作；长者坐。 怀桑，你怎么了？喂，静以修身，好东西，俭以养德。心怀正道，我来路上发现了一只金雀，你要不帮我，我就死给你看。我不知道。 我知道，我去拿了些花生。我真的不知道。哎，那个，怀桑，我们找个地方坐着说。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我救！救命！啊！就。来。啊！二哥。 二哥，二哥，我怎么办呢？二哥，无戏！哎哎哎，鱼，你看后面，你看鱼，哎，左边，左边，旁边，旁边，哎，你怀桑，这是什么东西？不是五天女尸魂吗？ 怎么反而更多了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魏兄，魏兄，啊啊，他是什么？啊，嗯，哎，经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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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那个魏兄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你看这路上这么危险，我一个。 魏兄，有件事情，还要麻烦你一下。啊！我也不知道啊，我就是来凑个数的。这兰儿公子可真是风华绝世，好一个翩翩公子。不好意思啊，可能。 一会儿要麻烦你重新再砌一次。哎，好好好。啊！哎，等等，韩国君，真的不是我。 Take that！ 自己人。啊，你。哎，对了。 我们上山的时候是不是都喝了水？韩国君，我只是恰好路过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也想不起来了，我不知道啊。你不知道啊？